你们要是叫我阿姨，我就叫你们骨灰盒。哼，都来吧。放屁！你才叫阿姨。哎，亲我，亲我，我不要跟脖子一个车。哎、我不。我刚刚想说，我的房子什么时候变那么勇敢了？他撞我了。相信我的车技嘛？哎呦。我不相信。我的天哪！小心，我信你，小心，我相信你的车技，你的传奇。我的车技，我的车技，你们全部啊？你在说什么？我说我相信你的车技，相信你的传奇。你忘了吗？我们今天有一次，你开船。谢谢胖胖晕晕的飞机，谢谢胖胖晕晕。你好骚啊！哇，我这个车，我居然说我车技不行，我的天呀！我之前我都是 GTA 5职业玩家。不是说你车技不行，我只是感觉跟你上了一个车了之后，就感觉好像要去撞敢死队了一样。就这个车就叫敢死车，对，上去之后就变成敢死队员，对，生命已经不由你掌控。是的，谢谢胖胖晕晕的飞机，谢谢胖胖晕晕。今天头有点重，起太早了，会感冒了吧？小仙，你干嘛突然对人家关心啊？关你屁事！你干嘛突然那么关心他？你一个男孩子，不要那么关心别人男孩子，多关心关心我吧。好兄弟之间的慰问，没有说关不关心的，就随便问。是的呀，就是他不怕亮一黑，等一下他直接就是背过去了，我这车没人开了呀。真好说的，很关键，很关键。我说要跟你聚合软凉间，往右边走吧。哦，我感觉好像你真的咳得很严重哎。一样的。左边一样的，我跟你说，这个位置可以往下走。左边走了。这边这几个点也不会有人拿的，又不是像。谢谢胖胖晕晕。这个橙子天天就想着跟别人男孩子聊，真的是聊个菠萝，越来越油腻了，真讨厌，真让人扫兴。这边有个飞机，看到没有？那看到了，可能是我们从 S 城起飞的那个。假个妈嘎的关心，就是要假个妈嘎的关心，关个屁心。真是个他们那一队的。最怕你的突然关心。